唐嫣罗晋的结婚传言已经传了几个月，今天终于有了最新进展。刚刚有网友爆出唐嫣已经选定了婚纱，该品牌是知名婚纱品牌。唐嫣和罗晋在2016年跨年合体现场时也穿过这个品牌的礼服，看来这个品牌对两个人来说代表了甜蜜的回忆，意义非凡啊。巧的是昆凌也是穿着同一品牌的婚纱在古堡嫁给周杰伦的，那时除了古堡的浪漫氛围，最让少女们羡慕的就是天王嫂这件设计独特的婚纱，心形镂空露背，超长裙摆。昆凌穿着这件婚纱仿佛仙女，不知堂堂的婚纱会选择怎样的设计呢？据知情人透露，唐嫣罗晋或将在国外举行婚礼，只会请部分家人和亲密朋友出席，提前祝福两位新人了。